术水阁好，国清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解水解文水字，好朋友化酒群化台湾群，这讲起来我那台湾的文化。国清今日就你来讲七基，七基出在爱化七桥，包公落阴要掠妖，欠你花债还未了，亲像冤鬼对条条。对啦，较早出头你若捌看，包公日信阳间，夜信阴间。阳间的判音会行，伊录音去看到，看到迄个判官竟然书偏头改生死簿，包公甲虎头铡掠到阴间，虎头铡现场斩判官，安尼哦做录音掠妖啦。结果后壁歌词嘛咧讲男女感情，讲欠你花债还未了，亲像冤鬼对条条。即句花债，即马我那就罕得人讲。不过你若听日本时代一条台语歌，那看哦作词杨三郎作曲《苦恋歌》，内底就讲。讲欠你花债也未满，今日才着受苦恋。过来换八机，八机出在画八仙，大闹东海搞济天。阿娘生水十八变，亲像古早李亚仙。你讲国清啊，我知。地缘何家李亚仙，所有捌看过歌戏的人，都逐团歌戏拢捌做得到啦。啊是安那大闹东海搞济天，人家毋是讲李罗青闹东海，啊那搞济天是大闹天宫。论真讲，我嘛唔知。过来哦，我若出高机的时阵要哪画？高机出怎的画怪头？朱龙拼命救阿斗，早前是哥想无到，才会互娘晓做头。讲到朱龙拼命救阿斗，你若捌看过三国，足了解啦。三国英雄赵朱龙一将突出万军中，赵云是西蜀的名将。出敌唔捌先受伤，结果百万军中叫我倒转来，老毕要杀人啊！讲你险险啊，害我牺牲一个死地。后壁嘛是咧讲感情，讲早前是个性无够，才会互娘晓做头。这就是讲这条歌，陈和平老师较进前有一趴咧写，讲阿娘做歹无反悔，菜瓜讲到去一瓜，我对你的好拢总放水流就对啊。过来换十支，十支出战化全部，老君下山排葫芦。阿娘不是阮的某，是恁正人熬称呼。你老君下山排葫芦，咱拢知。后壁这两句要安怎解释？算唔知讲有当阵啊，咱的朋友若带女朋友来到现场，咱拢会称呼叫伊嫂啊。即马吼，当事人这个男方就会讲啊，讲阿娘不是阮的某，是恁正人熬称呼。意思讲吼，我未甲带入门咧。加在你替我落暖头讲这个话，予我有机会甲阮女朋友先来讲，心爱的你是我心爱的人，赶紧来嫁我好无啦？